那个 PA 老师看到他们都躺着，突然太兴奋，音乐都乱放。精彩的表演是值得等待的啊！我们摄影师如果手酸，先休息一下，我们马上开始好不好？好好。其实主持一整天很累，好不好？哇塞 OK， 那个麦克风拿出来一下，麦克风那个好开心啊！刚刚突然就不知道，现在就有了。哇塞，太开心了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所以我可以问一下 ，Tiga Lady 是很少往中部、南部走吗？哎，蛮长的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是我们比较红啦，所以都找不到我们，知道吗？哦，对啊，你们比较红啊。我们太红了。听说你们一团是要88,000，对不对？对，不，10万以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难怪我都遇不到你们，对不起。对，找不到了。开开玩笑，我全台湾认识完，就是没有认识你们这一团。啊，真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可能没有打听一下。应该我都是遇到这种缤纷的这种老板很 low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他很少请得到你们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所以今天大家有福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容易可以请到台北的 Tiga Lady， 而且完全不一样的舞蹈。你们看整天的 Only 讲的太活泼太可爱，腻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性感一点的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叫他干嘛？他是会摔跤是不是？怎么了啦？还有一个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不是，不是，哦，猜名字，猜名字。好。耶，没有人知道，耶，感谢你好努力。还有吗？大家好冷淡哦，把它收起来，给你。还有两个，其他人没有了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紧接着带来小薇老师在下，谢谢哦。大家尖叫声拿出来好不好？把我们现场气氛吵起来好不好？现场朋友，你给我放完闭关头的歌。老师太抒情了，老师这怎么跳啊？小文对不起，小文对不起啊，他可以放完命关头啊，哥，真的，老师哎。你不知道这一团会打人吗？大尖叫声，好不好？欢迎我们的米儿。你们越热情互动越大，他会跳得越火辣，好不好？哇塞！付出真情，你要看就认真看，好不好？啊，司机大哥哎！啊，司机大哥不是最爱看吗？对，他不是超爱看这个的、啊。他可能躲在里面。对。哦、oh.
手，拍手，拍手！现场的朋友，拍拍手！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！米儿拍手，奥利小拍手，米儿拍手，奥利小拍手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要看他们跳舞要花好几千块，人家办派对的时候你们都看得到他们呢。 OK， 紧接着首当其冲我们的网络红人慧萍，我们慧萍都要到电视上面才看得到哦。今天特别把她请到外面来哦，今天特别把她请到外面来，厉害哦。哎，对啊，跟着她的 tempo 好不好？跟着我们可乐哥的 tempo。可乐哥不要害羞，这是你的 tempo， 带领着大家。可乐哥，你先跳，后面就跟着跳了。赶快，我在看现场有没有跟着跳。我们准备要发现金了哈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跟着跳而已，好不好？现场朋友的尖叫声跟热情在哪里呢？好啦，真的，我跟你讲 ，Kika Lady 都来到现场，你还那么冷静。来，紧接着呢，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五位。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，今天晚上你们开不开心？开不开心？那很多人和朋友是不是？咱都这会哦，这会代替六爸妈回答我一句话：今日六爸妈有老力吗？有。OK， 欢迎我们的 Kika Lady， 我们五位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拢无咧尖。